恍惚间神尊回来了。主人，主人醒了！怡轩大人，第一世家家主，请您出诊。主人，主人醒了。 主人醒了，主人在青州。主人这一世的轮回，终于苏醒了。全部集结，随我去迎接无极神尊。一仙谷众弟子听令。 替我迎接主人。是。我们衡阳宗也该出事了。是。傻子，今天是我家少爷和你老婆的婚宴，你来找死吗？他封号界算什么东西？也敢挡我老婆？